为着强调反家暴的观念甲行动，应该爱按社区全力做起。阿州大学学生特别来到环保社区，进行反家暴的有奖征答宣导，真正来落实到打造无家暴的社会。为着让民众更加了解家庭暴力防治的重要性，阿州大学学生特别来到环保社区进行反家暴的宣导活动。拢手拢有牵一个紫丝带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紫丝带就是一个国际反暴的运动，爱第一个开始伫推行的。透过影片介绍甲有奖征答，以及社区一连串的空间建设甲宣导，也让家暴事件咧环保零发生率。不管囡仔也好，大人也好，查甫也好，查某也好，啊，阮不三时拢伫咧宣导，啊，所以乎这进来的人吼，所以大家有认识这反家暴，吼，啊，所以人呢，大家就相亲相爱，啊，互相尊重，啊，袂落去冤家相报。所以阮环保社区，吼，是近两年、近两三年，几乎这个零家暴，毋捌发生过吼，有人讲。他们这囡仔互家长拍，还是讲翁仔某冤家啥物，这家暴完全无去，吼、哦，所以办这活动吼，真个对阮社区来讲吼，有真大真大个帮助。将爱化作温暖，阻断家庭暴力再发生，和社会更加相合。多种发生文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